Okay, well, let's pray together. Our Father, we thank you that you are our sovereign God. And we remember that, you know, we are but indeed men thus. And we feel the weaknesses often. That we pray that you would help us to look beyond ourselves, but to look up to you for strength, for wisdom, for counsel, and the challenge to pursue and to practice righteousness as you so desire. Lord, we pray that as we read your word together, 当我们阅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我们的信心能够被你更新。主啊，我们所看见的每一个挑战，所聆听到的这一些新闻，帮助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可是不断的依靠你，信靠你。求你赐福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求你们一起忍耐我的声音。让我们现在翻到诗篇37篇，让我们回顾一点。我们现在就要看这另一个部分。我们现在都不断的看过这些关于公义的细节，可是这些都是这些细节是我们能够应用、能够练习的。可是今早我们要来看这个大纲。我们要看这个义人的行为是怎样，他们的作为是什么如何。我们就阅读第十一节，37章11节。当然，这些恶人，他们要抢夺一切，可是谦卑人必承受地土。所以，我们练习公义，也必须谦卑，我们必须忍耐。谦卑，谦卑不代表软弱，不是说到我们是能够被欺负，那是软弱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多么的谦卑，他也说到谦卑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再读在第十八节，又是另一个公义的道路的一部分。上帝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完全执政，所以我们看公义的人，他们的行为、作为都是谦卑、完全的，是执政，是良好的。这也帮助我们这两点，我们能够思考，我们能够练习。所以，我们要来看待这是公义的人的道路。我们就要选择，这就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也要跟随。然后我们再看义人的作为是如何。第三节，你当依靠上帝而行善。我们能够行善就尽力，因为这是好的，这是公义的。
感谢 Uncle Max， 他指挥我们每一个人到这里。这是帮从能够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对我们有帮助。当我们行善的时候，然后21节我们也读到，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义人做什么？他能够恩待人，他也眷顾贫穷人、困苦的人。然后30节我们上个星期看到的，这就是义人的言语，谈论智慧两个部分。我们必须谈论智慧，让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必须讲说公平，谈论智慧。所以谦卑不代表我们就不要惹麻烦，可是我们必须为公义来维护公义。谦卑，可是这一首诗能够帮助我们看我们如何的练习这一切。我们有不要做的，也有要做的。不要就是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嫉妒。还有第八节，我们要止住怒气。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不要看见这些这个情况然后就发怒。有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愤怒，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限制。可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更好的是什么？让我们来看公义的道路。有一个丈夫，他多么的欣赏他的妻子。当他就说，当我们吵架的时候，为什么你不会发怒？然后他就说，我会去洗我们的马桶。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洗马桶有帮助呢？他就说，我用你的牙刷。所以让我们不要用这些不好的方式，让我们检查自己，省察自己，不要止住怒气，不要心怀不平，离弃愤怒。更好的是什么？我们要记得公义的道路，完全正直，行善，然后也要施怜悯，恩待人，也要谈论智慧，讲说公平。这一些都是细节，可是我们要如何的来练习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有这种概述的方法来看待。诗篇37篇有两个部分，其实第一是细节，第二是它的大纲，它的概述。我们就能够看见义人的道路和他的结果，然后以恶人的道路和恶人的结果做这个对比。我们看第18节，
上帝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止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这就是他的对比。他的相反，上帝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这就是我们所称这个概述的方法。的看法，我们看义人的道路和他的结果，不只是他的道路而已，他的道路就是他的细节，他的行为，他的工作，他的作为，他的结果是什么？这就是他的结果。我们要看这个大纲，这就是义人的道路和他义人的结果。相反，恶人的道路和恶人的结果，这就帮助我们更明确的来了解，这给我们这个完全的图案，完全的了解，能够分析我和 James 就读完了他的这个故事。就是说到了基督徒他的脚步，他的路途，他离开了这个邪恶的城市。然后他也要寻找基督，他也不断的遇到不同的人，可能是传道，他也找到一个朋友叫忠心信实，可是信实他去世了，可是上帝就差他的使者带他们去到了这个，去到了天堂。我们必须走这个道路，这就是公义的道路。无论我们如何的挣扎，我们都必须不断的行走。信使去世以后，他就遇到了一个朋友叫盼望，还有一个无知，一个人叫无知。无知他就说他以为自己会上天堂，可是他们问他，你是否有经过这个基督的门？他就说没有，可是他还是自信他会上天堂。可是到最后他们要过那道河的时候，就是表达这是就是描述死亡。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基督徒和盼望他们能够被悦纳。可是无知他就被拒绝了。然后有一艘船叫做虚伪的希望，他就带了无知上船去到另一边，可是他们还是被拒绝。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道路，完整的道路，我们公义的道路。你是否会不
不断的坚持在这道路上行走，上帝会与我们同在，会帮助我们。也有很多人要来诱惑我们，你是否要来这个道路行走？这是比较容易的道路，比较宽敞的道路。可是诗篇37篇帮助我们更明确的看见，在公义的道路行走，我们也要避免恶人的道路。所以这种概述的方法的价值是什么？这是帮助我们，它能够给我们明确的眼光，我们是否看得见这个道路。所以我告诉 James， 他其实也了解这个故事。我们有时候以为小孩子们他们不了解，可是他就晓得这一个道路是他必须选择的。这帮助我们找到这个明确的了解。我们阅读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所以我们需要上帝 的荣光。公平明如正午。所以当我们能够明晰的时候，这不是一瞬间的，一刹那的得着的，我们必须一步又一步，慢慢的找到这个明确的对的眼光。这就是公义的道路，这就是恶人的道路，看见他们的结果。这个道路，这就是他的结果。另一个道路，这也是他的结果。这是重要的。还有如何的帮助我们找到这个完整的图案，这能够帮助我们做智慧的选择。最好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必须看见这个圆满的了解。第十六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这要做一个义人或者做恶人。做恶人所尽他们的权利来追求财富。有很多人他们都追求财富。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些他们在矿里做工，有很多人都追求这些工作，因为他们工钱工资比他们所做老师的工资更好。可是他们只是因着金钱做这个选择，不是公义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其实我们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除非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他们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断的持续这一个生活方式，当然我能够赚很多钱，可是这会影响我的家人，我的信心，
我的生命，为什么我要选做这个选择？所以一个义人虽有所有的虽少，可是你比以恶人的富余比较，我们甚至选择更少的，我们都要选择义人的道路。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上帝是扶持义人。所以明确的，我们要如何的看待生命，我们要看用这个概述的方法，用哪一个道路，走哪一个道路。这个义人的道路会带领我们到这个结果，恶人的道路也会给我们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智慧的选择，小心翼翼的选择。大卫的选择是多么的清楚，记得吗？他没有选择要追求财富，他到最后有是否富有，当然，可是他用这些财富做什么？他建立他的国家，他自己个人的财富，他就施舍献给上帝，他要建造上帝的殿。虽然他的不是来自富有的家庭，可是他看得见这些富有的家庭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忧愁，可是更好的选择是什么？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可是还是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这是良好和智慧的选择。我们必须来看得到这两个道路，把它做对比。这不只是帮助我们选择，也是能安慰我们。当我们知道上帝如何的待义人的时候，第一，我们看我们必须练习的一切；第二，我们必须来以这个眼光来寻找智慧，好让我们能够做对的选择。我们看，第一，我们已经能够得到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扶持我们。在第十七节，我们虽然会跌倒在这个道路上，上帝会扶持我们。第二十三节，我们也读到，义人的脚步被上帝立定，他的道路上帝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上帝用手搀扶他，上帝用手搀扶他。这就是得到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安慰。如果我们能够看透我们面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难题，可是我们需要这个眼光赐给我们更明确的能够来看得见。我们必须看超过这一个义人的道路。
我们当然也知道有这些困难的 时刻。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我们知道我们去到 Coles 这些超市场的时候，看见这里的货都被卖完了，可是我们其实看到很多这些水果都在，只是我们要的不在而已，只是那些马铃薯片卖光而已。我们不是在经过这个饥荒，当然我们有问题，可是我最着急的就是乌克兰。如果他们那里打仗，有这么多人的会丧命。可是我们有这个多么珍贵的这个承诺，上帝会供应给我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这就是安慰我们的心的这个话语，扶持我们，他会赐产业给我们，他会供应给我们。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上帝也立定义人的脚步，他会带领我们，这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每一步我们都能够变得更加的坚固。32节，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上帝必不责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所以我们也必须求上帝，感谢上帝。虽然我们不会不再面对真的这些恶人的敌人，可是我们知道撒旦也是要攻击我们，也要想要杀我们，可是上帝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可是当我们去世以后，上帝也是会带我们回天家，回到他天上的国度，可是他也不会遗弃我们，他会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上帝，这个话语，恶人当然他要攻击，可是上帝会保守义人。他如何的供应给我们，如何的保守我们。39节，我们读到，但义人得救是由于上帝。其实这是我们下个星期的道的信息。义人得救是由于上帝，他在患难的时做他们的营灾。所以这世界全球面对新冠肺炎两年过后，我们的危险就是我们已经不耐烦了，我们根本也不什么都不管。有很多人都感到疲倦，
我们需要这个力量，不断的奋斗，不断的做我们的尽我们的全力。我们必须有这个挑战。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灾，上帝能够刚强我们。凡等候他的，他都会刚强他们。可是现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是他们的力量。这就是上帝能够做的，做得到的。他不只是是力量，可是在我们生命，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这就是在诗篇十八篇大卫所说的，当上帝是我们的营灾，是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如果这是力量，我们感谢上帝。可是对大卫来说，这就是他所说的：上帝，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不只是力量而已，可是他所爱的是上帝。当你体验到上帝作为你的力量的时候，你给予上帝的爱就会在那，在此。这就是大卫所了解的。我也不晓得，当你看见这些护士，这些照顾别人的，当你看见一个比较年轻的人看顾帮助一个年长，这是好的。可是当你看见一个年老的人帮助另一个年老的人，这时就能够感动我的心。我所知道的就是有一个父亲，他们称自己为 Team Hoyts，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他们是谁。他的这个父亲，他是一个退休的兵人，然后呢，他的儿子，有这个脑瘫的病，医生都说没法治，可是他的父亲不会放弃。虽然他比较年长，他的年龄比较大，他都会做一切，他就尽全力帮助他的儿子，他就帮助他的儿子找到了这个能够这个电脑帮助他沟通。有一天，他的儿子就告诉他说：“爸爸，我要去跑马拉松。”他的父亲就说：“我们要如何？怎样呢？”他就尝试跑马拉松。他会拉他的儿子跑马拉松、游泳、赛跑、他骑脚车，都不断的抱着他的儿子，扛着他的儿子。当然他们不会赢，可是他们就完整了跑完了这个比赛。他的儿子就说：“我感到多么的自由。”然后就那十年，他们都跑了每一个赛跑，参与了每一个赛跑，
他这个父亲就成为他的儿子的力量。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分别，这个改变。当上帝赐力量的时候，而当他是我们的力量的时候，也有分别的。当我们坦白的告诉上帝，作为一个公义的道路，作为谦卑的人是多么的困难，可是上帝会成为我们的力量，他与我们同在，他会牵着我们，带领我们，做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这些跑马拉松的人，我感到多么的惊讶，我没有这一种力气，可是这一个比较年长的人，因着他的儿子，他就不断的赛跑，他的儿子放他的儿子在这船上就游泳游几个公里，他放他的儿子在脚踏车上，他就踏那脚车，骑那脚车，为了他的儿子，直到他的父亲不能够以后，这全球看见就晓得这就是一个父亲的爱。所以当我看见上帝如何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时候，这真的能够安慰我们，鼓励我们，鼓励我们不要放弃在生命里面。虽然我们有困难，虽然我们有挫折，无论如何，上帝都会扶持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他会供应给我们，他会成为我们的营寨，成为我们的力量。这还不足够吗？这就是那父亲为他儿子所做的。这就是上帝是更加的伟大。我们看见的这个比喻，只是一个父亲在世上的父亲。可是让我们再次的阅读诗篇37篇，我们是否能够看见这一个大纲，这一个完整的图片？我们看见上帝，我们能够看见这两个道路是多么的明确。这是一个好和有智慧的道路，另一个是邪恶的道路。作为一个义人，我们能够看见上帝如何的帮助我们，如何的供应给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如何回应，我们要看这个接受这个挑战，我们要虔诚，我们要在这个道路里选择决定在这个道路上行走。诗篇37篇，他挑战我紧紧的依靠上帝，挑战我当以上帝的信实为粮。第三节，我们必须以上帝的信实为粮。上帝是如何等信实，他会扶持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供应给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就好像保罗所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当我们
缺乏信心的时候，上帝保持信实。感谢上帝，上帝的信实，不靠我们，是我们的信心，因为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的本分是我们要以他的信实为粮，他与我们同在，他扶持我们，他供应给我们。我们必须我们的全心全意都要以上帝的话语、上帝和他的信实为粮。这就是我们的挑战。我们要做这个决定，要虔诚的。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要依靠上帝，我们要信靠上帝，以他的信实为粮。第四节还有什么？第四节，这是多么的重要。有时候我们必须，当以上帝为乐，我们祷告的时候祷告，我们敬拜的时候敬拜，可是我们是否以上帝为乐？这就是我们应当的。我们不只是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我们必定做的。我们祷告也觉得我们必须做的，不然的话，上帝不会赐福于我们。我必须敬拜，不是让我们是否以这一切为乐？这一切是否是我们的喜乐？当然，学生他们读书，因为他们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他们是否以这为乐？当然不是。当然，我的儿子当他做功课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疲倦。可是当他玩的时候，他就一点也不疲倦。当你做你的数学的时候，你就多么的疲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喜乐。当喜乐来到的时候，这就大大的改变。当我在桌上的时候，每一个小时我都应该站起来走几步。可是当你阅读的时候，当你学习的时候，当你预备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一下子就两个小时了。不只是我们只看不断的看我们的手表，只是阅读只是五分钟而已吗？不是，让我们也不只是服侍上帝，我们必须找到喜乐。保罗每时每刻也有感恩的心，他不断的祝谢，感谢上帝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我们阅读以弗所书一章，在希腊文里根本没有句号。他就是心满喜乐，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救恩，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就不断的继续。这就是保罗，他真的是以上帝为乐。让我们花时间当以上帝为乐。第七节，我们必须默然依靠上帝，耐心等候他。可是有时候我们休息越多，我们就感到更加的疲倦。可是我们耐心等候上帝的时候，我们默然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
力量，我们就能够依靠他。31节，我们也当把神的律法藏在心里。这一切都是我们能够练习的。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所以不只是阅读诗篇31篇而已，或者聆听而已，可是要把它藏在心里。我们要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思想，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看得见，因为这是在我们的心里。无论我们到哪里，都会跟随我们，我们的脚步总不滑跌。这是充满多么的宝贵。所以让我们要选择虔诚的练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花两个月阅读诗篇37篇。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断的要向前行，不断的行走，我们没有花时间等候上帝，依靠上帝，让他真的进入我们的心。两个月了，我们就是在尝试这一点。所以在我的在我的脑里，每一个不同的金句都在我的心里。我们要尝试，我们就能够找到喜乐。有些东西我不把它为乐，当我们找不到喜乐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同的东西。有些事是我想我能够找到喜乐的，可是我说我的喜乐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把他的道藏在心里，他的律法藏在心里。34节，你当等候上帝，遵守他的道。所以我们这是有分别的。我们等候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遵守他的道，我们也要做自己的本分，做自己预备。当我们我们的轴放开的时候，我们也要做我们的准备，好让我们不要着急。我们做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全力，然后我们就要依靠上帝，不断的向前行。所以我们必须尝试。我们打了那加强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来，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是我的喉咙，我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做什么？这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学习与彼此联系。我们要看见这一个概述的方法的看法。如果你没有不能够来，就让我们让告诉我们，通知我们，因为这会帮助我们放别人安排每一个人的座位。如果你不来，那我没有人知道，这就有困难了。我们定了一个位给你，可是其他人不能够坐下。如果你不能够来，你不需要给我们原因，只是通知我们你这一个星期不会来到而已，就帮助我们安排。下个星期我们又要改变，因为我们又要有那两个平方米的距离，我们又要改变了。
这所以我们爱定这个位置就变得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要放更多，越多人越好。所以当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完全的这个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要做我们的本分。我们的本分是否包括喜乐？当然，我们也要练习维持、练习坚持、练习公义。我们也要依靠他，等候他，遵守他的道，做我们的本分。这就是我们的中心。让我们不断的练习诗篇三十七篇，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是否能够看得见，能够了解？当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了解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晓得练习，让我们行善，让我们做那有智慧的，练习智慧，让我们也选择安慰的话语。激励人心的话，还有我们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还要如何总结，让我们有忠心的做我们的本分，在公义的道路上行走，明确的行走，然后呢，让我们也因上帝在每一步都与我们同在而得着安慰。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上帝知道完全人的日子，这已经成为了安慰我的一个金句。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每一个脚步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有我们在这两个月里所阅读的这一首诗，我们能够学习很多不同的方面，关于如何练习公义。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个概述的眼光，然后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明确的了解，能够看得见，能够明晰，我们能够选择练习公义，也能够知道你会与我们同在，你能够安慰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对你有忠心的选择，在这个公义的道路上行走，直到我们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完全的回到你天国，你天上的国度，我们拥有那永恒的产业。主啊，直到那日，求你不断的赐福于我们，激励我们，与我们同在，在每一步。主啊，也求你与那些不能够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在，好让他们的心也能够被你激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也要感谢大家与我们来到这里敬拜。我们下一个星期我们就只是要隔离一点而已，要有那个距离，所以我们可能要坐在那个有那个一小点的座位。如果你已经注册了，每一个星期都来，那我们就会放你在那里，只是当你没有来的时候通知我们。你有另一个家人也会来，就告诉我们，我们就会这就会帮助我们。